这一题607，首先第一个我呼叫划线的指令点上一点哈，这一边呢我们一段一段划过来，一个是49 enter，然后再来一段66 enter，然后再来一段84，再来一段66，再来一段17。好，这边好了之后转换上来，这一边有一个75。我把画面拉近一点，接着下来呢，这一边啊往上偏移，所以因为有三条线哦，所以我就用复制的，好的，复制选这一段点，随便点上一点往上拉，一段是50，然后再来还有一段是15，还有一段是5啊，这一边呢呼叫画圆的指令抓这一个。输了一个 D，直径是6。好，那相关位置我们从这边找起。首先第一个呼叫画圆啊，这一边切这一个，切这一个，这一个呢是半径是15。好，呼叫修剪的指令，先把这一边给剪掉。好，再来底下一个切。这一个跟这一个，好，半径是100。好，呼叫修剪的指令，先把这边选上，剪掉，剪掉。好，再来最上面这一个呼叫画圆的指令，这一个跟这一个，好，150150。好。这一边的线段不够长，不要剪了哈，我们做延伸。好，呼叫修剪的指令，把这一边这个剪掉哈。好，接着下来呢，这边也要做延伸，中间这一条哈，因为会用到。好，把这一段删掉。好，接着下来呢，我们这一边呼叫偏移复制，有一段10，这边有两段。然后呼叫修剪的指令，我这边先剪掉。好，再来呼叫画线的指令，抓这一个圆心垂直上来，偏移复制62，选点。好，这一边删除掉，这一个修剪的指令，好。这一边呢，稍微留意一下哈。好，接着下来呢，这一边再来，是这一个呼叫画圆的指令，抓这一个点，这个半径30，所以你就用60啊。然后我们呼叫画圆的指令，切切半，切这一个跟这一个，好，半径30。好，这样的话就刚刚好。好，修剪，呼叫修剪的指令，这一个跟这一个，好，删除掉。好，这边好的之后呢，再来这里也是一样哈，呼叫画圆的指令，抓这一个端点，半径80，所以是160。好，呼叫画圆的指令，输入一个 T，这一个跟这一个。好，半径80。好，呼叫修剪的指令，点掉，再来一次，点掉。好，这边删掉。好的话呢，再来这一边这一段线，点它滑鼠右键旋转，输入一个 C。好，这边是45度。好，呼叫偏移复制，这边一个8。然后再来往下偏移一个3。好，这个是要画圆的部分哈。好，我这边先修剪掉，我这边的画面拉近一点，我叫圆角输入一个 R0，这边先剪掉。好，呼叫近色，这一个抓底下的。好，呼叫圆角，这边先剪掉。再来呼叫画线的指令，抓这一边，偏移复制15，选点。好，呼叫画圆，抓
输入一个半径，半径是6，按 Enter 相对小老师按那个，输入一个 D， 然后3，好，呼叫复制 CP， 抓这一边移过来，这里是36，好，好了的话这一边删除掉，好，这一个也删除掉。呼叫修剪的指令都按一次 Enter， 好，呼叫复制 CP 这一边都选，抓这里稍微留意一下，这边有一个端点是我们刚刚用的哈。好，再来呼叫偏移复制，这个是一个3，好，选这一个往下，好，把画面拉近一点，打稿先删除掉，呼叫圆角的指令选这一边跟这一边，这一边跟这一边，删除，呼叫修剪，选，剪掉。好，这边好的之后，再来就是这里哈。首先呼叫偏移复制一个35，再一个12，再一个104。好，再来一个24，好，这边偏移一个8，这个先做下来，8这一条线不够长，我把它拉过来，好，呼叫矩形的指令点上一点，输入相对小老鼠， X 轴是12逗点， Y 轴是30，好，呼叫移动的指令先把它搬过来，好，好的的话呢，呼叫圆角的指令输入一个 R2， 好，点，输入一个 P， 直接点，好，我把画面拉近一点，这边呼叫复制的指令 CP， 里面那个你会问我说要不要画，这个不用画，因为我们没有查到、哦、所以我就不画了。好，接着下来呢，这一条线删除掉，呼叫偏移复制有一个16，这个是小窗的位置哈，选点，好，这边偏移有一个12，这边距离12，好，这个焦点找到了，呼叫矩形的指令点上一点之后，输入相对小老鼠，首先这一边有一个12逗点， Y 轴的话是10，好，呼叫移动的指令选抓这一个放到这个来，好，把这一个删掉，呼叫圆角输入一个 R， 半径是2，好，输入一个 P， 点，好，这边好了，我先把这一个删掉好了，好，呼叫阵列 AR， 好，矩阵向上是一个，往左边6个，选物件，好，给负的16，为什么是16呢？因为是12+4，好，好，确定，好，这边好了之后，呼叫修剪的指令都按一次 Enter， 这边剪掉。好，首先我们先来查一下的是，第一个是查距离，距离的话呢是VA，A 是终点啊，这个的终点到圆心 ，V 的圆心啊，这个圆心，好，这一个呢起来是距离。9524，好，对，188924，再来 C 扣掉的区域， C 是这一个区域哈，好，画面调好， V 先叫 H， 点选点点，好，然后这一个确定，好，我们查一下，输入，我先输入一个面积哈，好，这一题呢，我查起来啊，画了好多次，这一边查出来都是1515哈，这一题可能这一边有问题，那因为就先这样，我再找资料看看是哪边出了问题哈，好，接着下来呢，再来，桌长，这一边是D区域的桌长。好 ，VO 点选点，好，我选这个按 Enter 点，
好，这个周长2798哈，2789哈，好，这边也是对的。A 的角度我们就直接查角度，选这一个，好，46.5675 这个也是对的啊。好，最后一个围城的面积啊，所以这一题有一点奇怪，题目都对，所有的都对 ，VO 就只有第二题那边有问题哈。好，好，这一个周面积啊，它是问面积。12763.5388 好，这一题就先用这样，我再查一下看看好了。